800万将士的抗敌力竭，中国战地武器战力解密，人、工具、技术、系统，用科学标尺重新丈量中国抗日战场，透析现代武器在中国战场的应用进化。 透视军事现代化系统的内部构造。1940年10月，日军扫荡八路军太行根据地，其中钢骑大队与绝田大队两个营孤军深入八路军腹地，在关家脑被八路军优势部队团团围住。 结果，这支区区几百人且没有携带重武器的钢骑大队，居然凭借关家脑的优势地形，挡住了八路军七个团长达3天的强攻，并且造成八路军的严重伤亡。造成此次八路军重大损失的是，日军使用的一种新型武器。 就在距离敌军约100米时，这种新型火器爆发出密集火力，冲锋战士遭到严重杀伤。事后得知，这种武器叫做掷弹筒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日军在实战中发现，50米以内是手榴弹的有效杀伤区域，500米以上是火炮的有效杀伤区域。 而在二者之间，却是一个压制火力的空白区域。为了解决50米到500米的距离上压制火力薄弱的问题，日军认为需要一种射程比手榴弹远、同时可以像迫击炮一样打击障碍物后目标的步兵支援武器。掷弹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。 它直接支援小队、班一级步兵作战，射程和威力弥补了中口径迫击炮和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白。在二战期间，日军使用的各种步兵武器中，独树一帜。日本军队对倚重的武器就是掷弹筒。就当时这个数据统计啊，这八路军60%的伤亡都是来自于掷弹筒。一个日本小队。 有一个掷弹筒分队，有2到3具掷弹筒。它的防御的时候，掷弹筒就是可以克服任何的地形。在防御的时候，向我们冲锋的这个战士啊，可以快速射击，最快呢，一分钟可以射击18发以上。它的掷弹筒呢，一发掷弹筒的威力大概是2枚手榴弹的威力。日军的掷弹筒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迫击炮，它的主要特点是射角大。 弹道弯曲，射程不远，主要用来杀伤躲藏在工事和隐蔽物后的敌人，或者在远距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。它的杀伤效果好，操作方便，可以伴随由单兵携带，随一线步兵移动，对一线步兵进行支援。由于单兵携带，且可以隐蔽在障碍物后发射，它的隐蔽性很强。这种武器的最大好处。 是让日本人在最基层就有了驱射火力，而其他国家的部队，比如美军，是连级才有驱射火力的，如60迫击炮。至于国军的话，战前只有营级才有2门82迫击炮。日军的每一个中队就有6到9个掷弹筒，相当于每个排都有2到3具掷弹筒的驱射火力。更为重要的是。 掷弹筒造价便宜，日本89式重掷弹筒造价在220至244日元左右，这个造价只相当于3支步枪可以大量制造。掷弹筒说白了就是一个超轻型的迫击炮，因为日本是个资源很匮乏的国家，所以它的整个武器系统都充满了一种精打细算的考虑了，包括你像步枪。 一般当时主流的步枪都是7.62、7.92，就7到8毫米这个口径，而日本呢
它是6.5毫米，它就为了省这么一点点口径，节约一点点这个钢铁，在制弹筒这也是如此。国际上最小口径的迫击炮是60毫米，但是制弹筒呢是50毫米，就要小了10毫米。所以日本人呢是从考虑节约资源这个方面来设计的。世界同口径的迫击炮一般至少要超过6公斤，但日本生产的80-90制弹筒只有不到3公斤，比一把步枪的重量还要轻，非常适合单兵携带。一发制弹筒弹也仅仅600克，一个弹药袋装弹8发也不过5公斤，加上制弹筒，整个作战系统一共不到10公斤，比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还要轻得多。由于重量轻，可以紧随一线步兵作战，甚至可以随着步兵冲锋。80-90重制弹筒最大射程在700米，有日军老兵操作时，在草长望远镜的测距配合之下，在500米左右可以取得非常精确的命中，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军队的机枪火力点。制弹筒呢，主要是打击300米之内的机枪火力点，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场上都是一个个的战壕，战壕下面一个连有6到9挺机枪，是沿着战壕排列的，然后制弹筒就是打这个前沿的机枪火力点，在打掉这些机枪火力点之后，日本步兵才会发动白刃冲锋。而我们看电视剧里都是日本人冲锋了，然后机枪哗哗的扫射，把他们割麦子一样啊，全割倒。其实他们战场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是先用制弹筒，甚至成排的制弹筒，先把前沿的机枪阵地打掉以后，他们才会发动白刃冲锋。实战中，日军一旦遭遇国军较为坚固的重机枪或者轻机枪火力点，立即停止进攻，随地隐蔽，等待跟随部队前进的制弹筒小组准确地将其打掉。在淞沪会战中，中央军18军14师42旅的36挺重机枪被日军用平射炮和制弹筒打掉了32挺，剩下的也没有能够发挥什么作用。当时的国军重机枪手回忆，他们一般只能打几百发就要转移阵地，不然日军的制弹筒就会准确地打来。而重机枪来说呢，相对来说它的转移阵地要比轻机枪更困难，因为所谓重机枪嘛，它肯定第一个概念就是重量上要比轻机枪来得重，而且它是三脚架，拆卸然后搬动都很不方便，所以日军的这个制弹筒对我们这个威胁是很大的。二战当中，只有我们中国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，步兵连以下都没有炮火。实际上，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呢，步兵战一个大差距就是少了这个制弹筒，因为我们的步兵连只有轻机枪和步枪。日本的步兵连呢，多出10个8个制弹筒，那就威力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它可以曲线射你的战壕里边的人，它可以曲线射你的躲在墙后边的人，弄你就很难弄。可你只有机枪，你还很难打中在那个小山包啊或者战屋后边的他，因为你是直射火力，它是曲线火力。这样的武器，抗战一开始让中国军队吃了大亏。关家脑战役中，日军的制弹筒配合轻重机枪构成远近2道火力防线，冲锋而来的八路军在距离阵地500米左右时便遇到强大的火力阻击，无法组织起有效攻势。10000多人的部队反复冲锋，无法突入日军坚固阵地带。当时八路军跟日军制弹筒相匹配的主要武器还是手榴弹。这一时期中国各地制造的手榴弹种类很多，但大多是仿造德制 M24 式手榴弹的。 M24 手榴弹是德国在一战时期的利器 M18 式长柄手榴弹的改进型，因1924年定型故命名为 M24 式长柄手榴弹。对 M24 式手榴弹进行一些改良，体积缩小，装药量减少，来适合中国人的臂力和身材。于1930年代开发出拱造木柄手榴弹，是为中国士兵量身打造的新锐兵器。拱造木柄手榴弹
以德国1924年式木柄手榴弹为蓝本，缩小尺寸，减少炸药量，长度由36.5厘米减为30厘米，炸药由170克 TNT 减为120克，其中60%硝酸钾预硝 ，TNT 只有48克，外壳也由冲压钢壳改为少量炸药就能炸裂的生铁壳。当时的中国士兵平均身高是不超过1.7米的，太大，而且能带的数量太少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改成了24厘米，然后装药量也从170克下降了50克，这样呢，一个士兵可以带更多的手榴弹，而且更方便携带，更方便投掷。改用生铁壳的拱造手榴弹，制作工艺简单，更能以国内自产的铁材木料完全制量产，必要时乡村打铁铺加个熟练木匠也能土法制造。生铁外壳不需车床冲压，兵工厂以光滑的铅制模具翻砂铸造，上砂轮机抛光。铁匠铺克难使用木质模具，也能粗犷自制，柔软紫铜片冲压成雷管发火管组，手工也能压制。而投掷关键的24厘米长木柄，兵工厂以钻床车出内孔，以一般乐器的琴钳裁成拉火索，前端深入弹体，与紫铜发火管内火帽交合，粘上摩擦起爆的玻璃砂，尾端系上拉发用铜环，手工熟练的木匠也能手工车孔安装。弹体与木柄以螺丝锁合，外加护盖，就是一颗便利投掷的肉头带把手榴弹。手榴弹的制作简单，使用也简单，一名新兵经过短时间训练就可以学会投掷，参加战斗。手榴弹实际上是当时最适合中国人抗战的武器了，因为你想训练一个步枪手就需要给他无数的子弹练手感，想训练一个机枪手也要给他很多的机枪子弹练手感。可是当时呢，据这个记载啊，我们一个士兵一个月能发的子弹就5发，根本就不够练手感的。既然没有那么多子弹练枪法，那手榴弹就是最好用的。因为中国士兵嘛，绝大多数是农民，农民最大的优点就是两个胳膊有劲儿，而且呢，训练手榴弹呢也不需要真正手榴弹，你拿一个训练用的手榴弹，2个月时间，扔几千次，手感就扔出来了。因为简易、成本低廉，手榴弹很快普及到了班排一级。战斗单位还专门配备了掷弹兵，他们背着成箱的手榴弹，跟着步兵作战，掩护步兵冲锋，阻止敌军冲锋，甚至参加攻坚战。1945年。豫西鄂北西峡口作战中，国军第28师1部攻占大横岭后，遭遇日军反攻，排长李隆春就地指挥士兵防御，他命令士兵隐蔽在伞兵坑内，准备好手榴弹。当日军逼近时，李排长投出一枚手榴弹，在手榴弹爆炸的瞬间，他挺身抬头观察，锁定目标，立即再投一枚手榴弹，全排士兵按照排长指示的目标一致投弹，霎时间爆炸声震如雷，敌人的眼镜、武器等满天飞舞，蔚为壮观。几波手榴弹雨打退了敌军的冲锋。艰苦的抗战环境下，中国将士如何开发拱造手榴弹的杀伤潜力？木柄手榴弹完了5秒钟，你延时到3秒到4秒呢，再投出去。你投出去的时候，你刚要落地的时候，它的空中就炸开来了。钢铁工业落后的中共解放区，怎样仿制自己的掷弹筒？至少是从1940年开始，胶东军区和太行军区啊，包括晋察冀军区，都开始那个要求军工厂仿造掷弹筒。一种新型武器填补了近程射击的火力空白，
跟随日军步兵冲锋的掷弹筒改变了一线战场形势。日本军队最倚重的武器就是掷弹筒。据当时这个数据统计啊，这八路军60%的伤亡都是来自于掷弹筒。中国国产手榴弹如何抵御日军新型武器的火力打击？训练手榴弹呢，也不需要真正手榴弹，你拿一个训练用的手榴弹，2个月时间，扔几千次，手感就扔出来了。电影《八佰》中最引发观众热泪的，公认是陈树生身绑手榴弹一跃而下的一幕。陈树生炸敌是真人真事，但电影情节与事实略有出入。八佰壮士之一的士兵交友三回忆，陈树生炸敌不在白天，而在深夜。日军摸到墙边，试图爆破突入。一群壮士登上顶楼，身捆手榴弹，拉开导火索，跳下埋头挖地穴的敌群里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许多观众质疑陈树生为何不直接扔手榴弹，主要原因是威力不足。烈士们缠在身上的手榴弹是巩县兵工厂研发的巩造木柄手榴弹，结构模仿德军制式木柄手榴弹，但威力却远逊于德国原厂货。德式的木柄手榴弹，它是钢壳，钢壳里头放 TNT 高爆炸药，它杀敌的方式是丢出去之后，高爆炸药巨大爆炸，剧烈爆炸之后，它把那钢壳打成非常非常绿豆大小那么碎屑，用震波发挥巨大的爆炸力，用震波把人家震倒。可是中国不是，中国是什么？中国减少了这个手榴弹的这个装药的那个 TNT 装药量，就没有办法炸破德国式的钢壳。我们进口的钢壳也没有用，所以我们使用生铁，用生铁，炒菜锅的那种材质，用生铁去做成它的壳。生铁很脆，它炸下去它不会变成一个，并不会变成那种绿豆大小的小小的破片，不会，它炸下去变成大片大片的。如果我们形象来讲的话，手榴弹投出去，砰，炸开来是一大堆的菜刀，一大片一大片的菜刀去砍人家的肉，大片大片的菜刀，而它的震波就小了，真正致死的范围只有。以这个爆炸点起算，致死这个半径只有5公尺。若陈树生直接投弹，对日军的钢板防盾是完全没有破坏力可言的，只有一次引爆多枚手榴弹才可以。因此忠勇将士常将集束手榴弹捆于腰间，腰力一扭才能同时拉发。这种牺牲法非常残忍，但也是别无办法的办法，唯有集束才能增加威力。抗战初期，南北各战场因此纷纷出现以集束手榴弹炸敌的英雄。在艰苦的环境下，中国军人将巩造手榴弹的潜力彻底激发出来。巩造手榴弹出于安全性考虑，掷出后5秒内爆炸，这给敌人留下了反投掷时间。为了防止手榴弹反投掷，连长命令士兵手榴弹抽掉保险，要数1、2、3，你去死以后才丢出去。你去死是第4秒。丢出去落地第5秒，砰就砸了，日本人根本就拿不回来。然后接下来更有意思的，你手榴弹还可以制造空中的散弹了。你如果手榴弹投得够稳，你手握在手上，你把延时，比如5秒钟，木柄手榴弹就把那5秒钟，你延时到3秒到4秒，那再投出去。你投出去的时候，你刚要落地的时候，它在空中就炸开来了。它不是落地炸的，不是碰炸的，它是按照它的那个导火索延期炸的。空中散开来就是破碎的那个破片，一片破片往下发挥流散弹的功能。高空投掷，空中爆炸，以大破片杀敌。
手榴弹的杀伤力被开发到了极致。向敌阵冲锋，遇到机枪，只有以手榴弹开道，在制压敌火瞬间跃进，才能成功突入。抗战八年，手榴弹是中国军队最普遍也最重要的杀敌武器。在日本有一种说法，侵华日军中一半以上的伤亡由手榴弹所致。但在掷弹筒面前，手榴弹无论是投射距离还是杀伤力都远远逊色。东方士兵投掷的手榴弹最远不过30到40米，而日军的掷弹筒分队可以轻松打破600米之内的据点。关家脑战役中，在日军新型武器的打击下，八路军损失严重，伤亡总数超过3000人，一些连排战士损失1/3。关家脑战役结束之后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找到军工部部长刘鼎，特意提到八路军在与日军近距离作战时，日军所用的这种新式武器掷弹筒，希望刘鼎想办法应对。刘鼎回复：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随即八路军军工部在太行山区正式开始了掷弹筒的研制。至少是从1940年开始，胶东军区和太行军区啊，包括晋察冀军区，都开始那个要求军工厂仿造掷弹筒。但是当时仿造掷弹筒面临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筒体的钢材找不到，然后八路军就开始进行这个在大规模的破袭的当中，就是这个拆铁路，把铁路拆下来，把铁轨运到军工厂，把它化成那个化成之后打成掷弹筒。然后掷弹呢，因为我们钢材缺乏，所以基本上就用生铁，最便宜的生铁来做掷弹。由于工艺限制，八路军造不出日本原装货使用的铸铁，决定用太行盛行的白口生铁为原料。传统工艺生产白口生铁是当地农民用土法冶炼出来的，含碳量高，铁质非常脆，一经机器加工，弹体就会发生碎裂，无法使用。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的反复试验，使用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闷火技术相结合，终于解决了弹体脆弱的问题。1940年，晋察冀军区争取大批清华、燕京等名校的学生参与兵工生产，因此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。他们对掷弹筒专用榴弹的外形进行优化，最后在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、国际友人威廉·班德的帮助下，将榴弹的弹体改为与迫击炮弹相近的流线型。加上晋察冀军区生产的优质发射药的帮助，使得掷弹筒射程增加到900米。同时，在发射筒下面安装有两脚架，支起后筒身给予地面呈45度角，加上加长加厚的炮筒，自制掷弹筒脱离了日产890的模式，更接近小型迫击炮。1941年4月，太行八路军仿制出第一款自己的掷弹筒，一共有40门，八路军方面称为50小炮。华北八路军首批10具掷弹筒在20天内即生产完毕，得到了军工部的好评，随即投入批量生产。该炮最远射程达到950米。从1941年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，仅八路军总部、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筒2500具，炮弹20万发，装备近30个团。冀中军区用缴获和自产的掷弹筒，基本完成了主力部队的装备。当时的八路军主力连队，每个连都有3挺左右轻机枪，2到3具掷弹筒，其中129师等八路军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1个，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和日军之间的火力差距。
接着为您播出贵州茅台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。